商业就好似人生，是一段旅程。旅途中，我哋学习、适应与成长。虽然我哋嘅步伐不断向前，但从未忘记初衷。喺永明金融，我哋所做嘅一切，皆以精辟独特嘅见解为核心。呢个由拓荒者 RB Fair 开始，佢以乐观精神踏上全新嘅旅途，并建立香港嘅业务。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当我们的保单文件在战乱中遗失，但我们决定以信任来支付顾客的每项理赔。此外，我们不断增强业务，以为顾客提供利益为依归。例如，我们在2005年成功收购康联亚洲部分主要的业务，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对香港市场的承诺。我哋亦一直致力于为生活同工作嘅社区做出贡献，为此我哋连续数年冠名赞助亚洲最大型同最受欢迎嘅龙舟嘉年华，并引以为荣。我哋亦不断创造领先市场嘅产品同服务，例如屡获殊荣嘅卓越强积金表现。我哋拥有业内最出色嘅团队人才，承诺、真诚、热情。更重要的是人情味，我们彼此分享成功、奋斗、失落与喜悦。即使身处不同的环境，拥有各自的目标，我们的核心都是为建立长久关系，以及为顾客和他们的挚爱创造更加光明璀璨的未来。今年是永明金融在香港的125周年纪念，百万个独特的故事交织出我们今日的成就，仅以此献给所有同我们相伴旅途的朋友。我们感恩过去，亦展望未来的125年，以至更远。永明照亮，闪耀人生。